是啊，哭又不能解决事情。我应该怎么？就只是想笨的。这把柜我存了好久。蠢人是我，你背我的脑袋。大家好，田浩，喜剧界的惊叹号。今天呢，这个场地非常不一样，大家都发现了，没有错，我们呢就是在回收厂。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是在几天前吧，我就收到这个老板，他跟我讲说，田浩啊，公司最近经济有点短缺啊，接下来呢在这一年内的这个整人道具，可能要自己想办法，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怎么会这样子？我想拍个整人，连那个钱都没有，我觉得好难过，好难过。什么？OK，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回收厂来看看有什么道具可以捡，好不好？然后顺便呢，想想看有什么这个整人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呢，会这样突然突发奇想蹦出来，好不好？就是佩服的脑袋，不给我钱没关系，那我就自己做。我谁？再来煮啊 ！OK， 我们就是一个融合环保的概念，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整人同时可以散播这种环保的意识，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以后都不花钱的啦！我跟你讲，我之前小学的时候，那个美术班劳作都是第一名。我们直接来看看有什么法宝可以剪一下。然后这幅画有什么灵感？是一道光，爱是一道光，爱是一道光。我不会唱了，我只会爱是一道光。其实还是需要动一点头脑哦，不然我们就是觉得有用的东西，我们就先剪，回去都可以再把它组合。哦，那感觉好像不错哎。哦，它这个没有琴，它只有空的。可是里面有一个鼓棒。哎呦！哇！好，谢谢。好像有一种 tempo， 就是捡一些空空罐罐的瓶子，然后就在街头敲打乐器，有没有？是破铜烂铁吧？做一个破铜烂铁。音乐整人计划。对，我就假装放音乐，然后假装在敲，这样人家就有，我好强，我好强哦。这音箱是坏掉的吧？这些东西应该都可以组织变吧？这音箱是好的吗？哎，这边有这个电路板哎。还有喇叭，你是喇叭吗？什么东西、哦、被电到这样有被吓到吗有哎、欸、这边有一个铃鼓啦这边有铃鼓可是它已经破掉了这铃鼓可能是那种老师在用的那种啊我喜欢这个我吉他、欸、我哎、欸、这边怎么有一个吉他我怎么有哎、欸、这边有吉他呢我可是它坏掉了我知道了我突然有个想法哎，这边有相机哎，这边怎么会有相机？哎，这边有那个哎，捡到了我的爱情。哈哈，这个可以带回去。好，带回去。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在想说，还是我们就用那个吉他，我就假装买一个新的吉他这样，然后拿去跟小兵点，我就假装我不在场，然后叫他去帮我领货。最后我就跟他说，我刚才开一个开箱，就一开就发现，哎，我吉他怎么断掉了？平常都他在弄我，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弄他了。我用那种柔情攻势，他就会比较招架不住。平常我们的对话都是一些比较硬碰硬的这种感觉，这次我要走一个软软路线。捡那些东西看起来不怎么样哎、欸，不怎么样的东西，经过我的手之后就会变得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就是刚刚那个吉他好了，我觉得那个 idea 还不错。好吗？带回去看看可以做一些什么变化？电吉他 ，OK， 好 ，Go，Let's go。我们呢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基地了，大家看一下。小妹刚才已经帮我擦过了，虽然干净，然后只是它是坏掉了，所以待会呢，我就会把这边包起来，然后这个纸箱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待会的整人计划呢，就是整爆小冰冰，让他以为他把我的吉他给弄坏了，看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OK， 那我们呢，马上来行动。该不会不会接吧？喂，喂哥，你可以帮我拿个东西吗？我订一把那个订一个吉他啦，然后那个我现在在忙，所以你没办法拿去，帮我拿一下吧。就是已经确认冰冰他已经拿到我的吉他了，你们看他在那边。
在呢，就是要去找他，然后跟他说谢谢你帮我拿到了，然后可不可以顺便跟我一起拍一个 IG 的限动这样子。开箱，这把二手吉他，因为是你帮我拿的，所以我就跟你一起来分享我的快乐。好，快点，快点，有了，好啦，哇，一把呢？哎，哇，断了？怎么是断的？怎么这样？我跟你讲，你买二手的不一定就是你想这样。你是被骗的、啊，哎、欸，不是吧？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他下去搬的时候，他去摔倒。他去摔倒？嗯、啊？你怎么看的？我刚刚要下去找你的时候，嗯，因为他的东西还没跟你讨论完，所以我就下去跟他找你要讨论，然后看到你摔倒。乱讲。所以是你摔到了？没有啊，乱讲啊！没有吧？你看脸，我有事没事乱诬赖你。我怎么知道？就是你摔的，不是我摔的、啊，这不是我摔的。那、啊、可是小妹说她看到你摔到了、啊，我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啊。现在我没有摔到这个吉他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在哪里听到。我没有摔它，搞到货运的时候那时候就摔到了、啊，我那时候脑就没有，我没有摔到，我就放在那边。你如果真的有那么多问题，那时候干嘛不继续啊？就刚好有事嘛，所以想说请客。那感觉有点在更小灯。我没有摔到啊，到底说我没有摔到、啊？真的没有摔到吗？哦、oh, no！ 你既然你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自己当初没有要买的时候没有看好。怎么可能一把吉他买来是这个样子啊？花很多钱，我存很多钱，你也知道我没有那么有钱，我存了很久。笑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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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摔我的吉他。我不行啦、啊！有人动是不是？我故意串通他，串通小妹，说诬赖你摔我的吉他。我说他怎么会突然变这种人，你知道吗？突然讲话那种哇，那个尖酸刻薄的嘴脸，你有傻眼吗？我傻眼啊！我想说奇怪啊，我拿上来就长这样啊，坏掉是傻眼第一件，第二个就是他开始哇，那个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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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太瞎了啦，瞎爆了。我真没办法骗过你耶，我无聊。不然原本期待有什么反应？我想说你应该会很内疚，就没想到你这么的，就是很明理的在分。不然我现在补一个反应给你。是啊，你为什么要摔我的吉他？啊，刚刚小妹说摔到我的吉他，然后你又不承认。我又没有把它放在地上，那全部都是他一个人乱讲。我知道是你存很久的钱买的，那我。没事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就说不要喝那么多了哈，生日开心嘛，啊可是不要喝那么多，没事没事，你不要又歪掉了，你刚刚要干嘛？要干嘛？没有要干嘛啊？可恶，我本来想整理就整不到啦，真气死我了，真无聊哎。啊，越想越奇怪，越不爽哎。越不爽吗？浪费我一个早上的时间。要这样子吧。因为每次你整我，我想说我要整你一下，你要去哪里啦？回来啦！我不是故意要整你的哈、喔，还不是因为要宣传我们哈马西不费摇滚嘉年华。哎，他这次有四大重点哦、喔，有我们的摇滚舞台，还有我们的不费市集，跟大型装置艺术，还有宠物嘉年华。哎，而且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吗？就在12月13号到12月15号哦、喔，每天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地点就在我们的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哦。所以大家赶快过来玩，一起来玩，一起来玩。这个是捡来的，回收，赞赞，嘿，环保，不花任何钱，一毛钱都没有花。杀！然后里面。
片呢，记得要帮我分享、留言、订阅、按赞。最重要的是呢，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田浩上片通知。我们下一次见，拜拜。点亮哈马星，不费摇滚嘉年华，12月13日到15日在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与你共谱废青首部曲，有杨乃文、魏如萱、盖尔、Gail、小乔、钟俊英、Mr. 是 Summer 等超过30组表演者与你同欢，现场还有大型祈福平安灯、费玉清市集以及森林之王二见面会，共同谱出独一无二的不费人生。12月13日到15日哈马星不费摇滚嘉年华，让我们点亮哈马星，让高雄更摇滚。详情请搜寻脸书不费摇滚人生。我的老师都会变 monster， please help me because my English bad。